分享一下我昨天去文具店买的战利品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，噔噔，对，就买了这两个，是不是好 Q？ 我自己也觉得很 Q， 试试看，噔，哇！哇，超级美的！这个我记得它好像是用来写手账用的。哎呦，好美哦！哇，真的不错耶！你看这个，哦，超级厚的。好，这个有帮助哦。这个好，然后第二样的贴纸，这个，然后这种。这个它现在它这个应该是大陆版的贴纸啊，但它这个的好处就是它现在呀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年的关系啊，很多店很多贴纸在打折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你看很美耶，等一下找个手账，然后哎呀太美了，它好像打折了，本来69块，然后现在是35块。然后还买了这种文青系的，嗯，然后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是瑜伽的贴纸耶，超级可爱。然后这个也是很便宜啊，它现在不停的在打折，吓死我了，我觉得便宜到死了，所以我也败家了很多贴纸。这个是我最喜欢这种了，这个冰淇淋，对，好可爱，好像它才20块，超便宜的。现在有这个好像是 IG 上的那个超画家，什么叫面包树，对，我也是觉得很可爱，所以就买啦。嗯，女孩贴纸还买了，有这个它是大陆版本的贴纸，哎，我真的觉得不惯还有一惯就吓到我，哇，原来现在啊大陆的贴纸那么美，那看来大陆的设计也不错哦，你看烫金的这个贴那个手账应该很美的哦，这个很文青风的感觉，感的风吧，看，你看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贴，哦，看，这样叮哦，这个贴了应该会很漂亮哦。逛了这一间，因为我昨天在中山站。这个女生呢都是喜欢花朵的，我看到以后又觉得不贵，好像是45块，然后我就立刻就买啦，超级漂亮。然后还有这款的，这个，然后这个。哇，很有质感的贴纸，是内地的贴纸，也是一个四叶草，也是一些绿色的植物啊，有花朵的。我看到花朵的贴纸啊，就忍不住啦。